民众大包小包，商店街沿途塞满人，德国耶诞廉价涌现购物潮。 欧洲欢度冬季佳节，各地弥漫温馨气氛。西班牙则迎来年末传统大活动。 Estaba convencido. Ayer estábamos aquí hasta las 2 de la mañana vendiendo lotería de Navidad. Siempre, todos los años lo conseguimos. Y me faltaba el gordo por darlo. Y este año ha sido. 狂喷香槟庆祝，彩券行超开心，因为这里22号开出一年一度肥王彩券最大奖，400万欧元，相当于台币1.3亿元。 领失业救济金的妈妈激动落泪，因为她花将近650元台币买的彩券，竟然中了大奖，换回新台币将近1300万。西班牙肥王彩券有200多年历史，大大小小奖项总计25.5亿欧元，超过台币380亿。每年到了耶诞前夕，西班牙人总会 cosplay 到现场观看彩券开奖。今年耶诞乐透幸运儿还出现在大西洋的另一岸。 Our winning daily three number for tonight is 4, 9, 5. 美国密西根州的一位太太因为吵架吵出老公，气得出门购物，没想到她顺手在超市买的密西根州百万 VIP 刮刮乐，竟然换来折合台币约1.2亿的奖金。这份耶诞大礼也让她能够好好消消气。TVBS 新闻做不到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